哎，咱们哪个爸爸比较容易生气啊？我的。你的爸爸容易生气啊？我的爸爸也会生气的。我爸。我的。要是爸爸生气了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不生气吗？啊？没办法。没有。那你觉得你爸对你有办法吗？没有。他对你也没办法？没有办法。你对他也没办法？没办法。哎，爸爸生气的时候什么样子？谁能告诉我？他这样。哇，什么样子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夹子爪，看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爸爸生气吗？生气。爸爸什么样子？你学一下。哼。好可爱。好可爱。我觉得他叫做小可爱，因为他的身体是大可爱。这样为什么他叫做饺子？因为他的爸爸是包这样子去包饺子。你爸爸呢？你爸爸呢？行，你爸皱眉，你学一下，我看你学一下没有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是哪个爸爸最凶？哪一个爸爸最凶？小羊同学，小羊的爸爸是不是？没有。嗯，没有。杨雨辰，摘子吧，路难都回来摘子吧。Jasper， 我想去广东家玩。一会儿就去了。